走啦，我两块。哎，那个颜色只能炒，只能吹。我吃超市买起一袋子的最开心。好多钱？5块钱。那个妹妹芊芊，5块10块。到了谁？我也是的，到你到了。 来有，鱼汤麻辣烫喽，刚才那个棉花。那是。 给他的全国菜，你们看看。那是杨记都买一包，还是白肉拿一包嘛？3块钱一串，3块钱一串。 他好像那么钱就没上当。他晓得不晓得？俺们这个那个菜籽在菜上面。可能没。老板没带回去吧？那剩下的多少多啊？来油，麻辣串、烤玉米面、花生油。哎，都是有点好看，哈。哎，你看一看。慢慢看。 好嘞。